经络畅通，健康之源，财富之路。经络这个看似寻常却蕴藏巨大力量的元素，在我们的身体健康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犹如道路一般，经络承载着身体的信息传递与能量流动。一旦经络堵塞，就如同道路拥堵，五脏六腑的正常运行将受到影响，身体的健康状况会亮起红灯。要想富先修路，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对于身体健康而言，经络的畅通无阻就如同道路的平整与畅通，无论是心情的舒畅还是身体的健康，都需要经络的畅通无阻。经络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而解决经络畅通问题的重要性更是显而易见。多年的临床案例告诉我们，只要解决了经络畅通问题，身体的疾病往往能够得到有效的化解。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不能忽视身体的健康问题，而解决健康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关注并维护好身体的经络。就像老杨发明的按摩袜一样，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帮助人们维护经络的畅通。通过按摩袜的持续作用，可以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疲劳，使身体的经络保持畅通无阻。所以让我们一起重视身体的经络，关注健康问题，以一种科学健康的方式享受生活的美好，因为健康的生活始于经络的畅通。